这边有一些可爱的小钻，这是怎样？怎样？加油啊！我这边跟我加油的意思吗？你也有吗？都有，我们都有。收起来，在哪里？哦，收起来了，好好看。一个比一个大包啊！我们这是什么鸡鸭组合？我们是拉的啊，好像你的比较可爱。乌鸦，乌鸦啊啊啊！很可爱哎，要吗？加个蓝色的呗。就是马尾特别的，真可爱。知道舞蹈之前的时候，大家都说自己不会跳舞，然后林湘姐还有杨涵姐还说他们是乐天最不会跳的两个，所以。知道不能找老师之后，就想说如果对上都没有人可以编的话，我可以尝试看看，这样就想说赶快找几个朋友帮忙一起站位置，让他们可以知道舞大概长什么样子。3、3、4、4、5、6，然后我继续教完了。好，1、2，哎，它是往右吗？转还是只是转一圈？对，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哦。说，我在这。所以我是谁？说，哎，我们那个摸的话需要有点这样吗？啊，可以。那像这个样子。看起来，如果我觉得舞蹈很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我就不太敢直接讲，就想说会不会有不礼貌还是怎么样，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不同，所以就不知道要怎么讲，然后所以我前面就自己教动作，然后很安静这样子。一开始很焦虑，我觉得一开始大家都超焦虑的，蓉蓉也超焦虑的，关音乐还没出来，所以他又很焦虑说哦他还有舞要编。我觉得我们的进度真的偏慢一点，因为我们到昨天才有一个正确完整的音乐全部，就是有个3分钟，如果完完全全的就校园去跳的话，我怕会太干，所以就设计了一些不同的桥段。然后我们后面就是你那一段结束之后，里面是有一小段，有一种有点跆拳道感的舞蹈。我本来想说跟他那种有一点，因为如果你们是一个 set， 你跳跆拳道，你拉耳朵，然后我们两个又很拉拉队登场，然后你可能又有演戏登场。不用，所以他到底要登场吗？在全组里面发那个韩国的那个 intro， 他也是一个人唱歌剧，一个人跳芭蕾。可是因为他们都是结合在同一个音乐里啊。对，我音乐会全部做区分，他有段落的区分。哦。那其实要做出来，我们才有办法去想象。这我觉得直接就是演完自己的地方，然后直接接副歌，很我也觉得很奇怪。所以前面 intro 我可能可以剪一些人声进去，其实主要就是音乐要出来，我们才有办法去想一些东西。因为现在掌握太慢，你们不知道音乐到底现在长怎么样，因为现在走光光做不出来。大家 OK 就现在慢慢做音乐，光光真的把音乐做出来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做下一步的讨论。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先把之前的舞蹈再练习一次，然后跟今天可以学的舞蹈先学起来。对，今天就结束了。然后之后就是等光的音乐出来，不然我们现在这样讨论下去是没完没了的。好，对，因为我们编歌的人就是关关嘛，可是他可能需要一些想法，或是需要一些灵感，所以他只能。就是一直延后，他就是艺术家嘛。啊，我们也是进到我们每天问他说音乐可以出来吗？他就说明天可以给哦。然后明天到了，我就说音乐出来吗？他就说晚上给哦。啊，可能到了早上，我就说音乐出来吗？他说等等表演给哦。虽然说唱歌是擅长的，但是我是第一次编曲，我有非常多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跳出来。花了还蛮长时间沟通的。因为编舞需要时间，然后学完教完舞之后要吸收也需要时间。前天还不知道歌曲出来的时候很紧张，超紧张的那一种，是想说那到底还能不能上台。然后但是在最后一天歌曲出来了，然后歌曲出来之后大家也配合得很好，然后就是呈现了一个整段完整的表演，我就突然就瞬间那个压力就没了。C 位就是 ，C 位是那里。你们会在这条线吗？好啊，就在这啊，这里是。那你应该要在后面，我刚刚你感觉你要在那条线。听一下哦，我们最旁边的都是对那个灯，不要超过那个灯哦。哦，这两个大灯。对。
因为我们这个感觉会走不到，不行的话就偷两步这样。而且因为我们这个也画不出去，我们脚步没那么大，哦哦、我们脚步没那么大哦，那怎么办？要再近一点。那个草，那个评审旁边的那个草，直排就对这一条。地上有点刚好。我们平常你要再往左边一点，那会滑到。最后超过了，对，最后这里的时候你要在外面一点，好，不然要在线上。这舞台太大了，那个距离，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硬拉太开，反而不好看。我觉得你可以多留一些正面。转弯转身转快一点点，好像还可以啊，挺整齐的啦。我觉得虽然我们是最后交出表演这整个完整档案，但是我们的表演到后面我觉得还不错，有信心。我觉得我们整体感还不错，对，如果是以团体来说的话。你们喊干喊喊怕我有，你们是用怕用什么听起来比较凶？压低一点，可以吗？可以。不要。好。对对对对。好。一起，一二三。好。超 man。OK。让我们欢迎第二组蓝队 ，Pick Up Blue。是人物吗？是啊。好，蓝队来自我介绍。We are Pick Up Blue。大家好，我是 Pick Up Blue 的队长歌手关诗敏，你们好。Hello，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国手江巧文。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邱子欣。Hello， 大家好，我是最香的林湘。女孩身高最高的雅涵。Hello， 大家好，我是从全明星到炸裂都是蓝队的蓉蓉。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怪美的》，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我团员也会来，然后我家人也会来，然后还有蓝队的朋友们也有来。然后就是蛮紧张的，给自己的想法是把它当作像我以前要比赛的感觉去表现，做好自己。傲慢谢荣，傲慢谢荣，傲慢谢荣，谢荣谢荣的话，
太多大的活着灵魂会转，人生去上去下，具体不想管就别管，台湾转的香水灵魂拉丝，所以为难这段子没法转这样，没得错的字还不来的必要，爱恨随你步子，喜欢追着你的内心独霸，想要活的谁要回应，甚至谁想做的对的说没的扯的，若问我我说我能完美。太棒了，太棒了，蓝队！谢荣，谢荣，谢荣！那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要请老师来点评，给大家一些建议了。我们一样，我们依序就从 Nike 老师先开始吧。巧文是跆拳道嘛？对，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很惊艳。对，就是今天整组的感觉，就这一组的呈现出来的氛围，就是酷酷的女生又很帅。然后其实我觉得女孩子要做到酷帅比较不容易，但今天这一组真的有呈现出他们是酷帅又美，所以用怪美的这首歌就是非常搭你们的风格，就是不是一般传统大家看到的大众美，而是你们是很酷很有个性的，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呢其实这整支舞的感觉可以想办法再紧密一点，就是有一些过程里面的安排我觉得可以再紧凑一点，可以把你们整体的那个酷的感觉可以再做出来。谢谢老师。Yeah, 再来我们要请蓝妹老师。在这边特别想要讲巧文，因为他是跆拳道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做阳刚的跆拳道我们就觉得太帅气了，但是到后来因为使用这首歌，然后大家都是做一些女生比较性感的身段，但是完完全全可帅又可性感，这让我太震惊了。然后大家的身段跟在做女生的肢体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不错，很有女人味，也觉得很性感，连我 一个女生都觉得哇，他们真的是迷死人了，又帅又辣。然后再来我很喜欢他们最后快要 ending 之前的编排，音乐放慢了以后他们用走路的方式，然后用头部去对那个音乐的拍子，我觉得那个时候非常抓住观众的目光，我自己很喜欢那边的编排。谁想做的对的说没的扯的，若问我我说我能完美。我跟前面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看到这个阵容的时候，其实我可能是非常，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可以更凶更绽放一点点，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可爱，然后可能有一点点保守，可能不好意思太，因为我看到一开始你们有一个对峙，你看看我们可以再完美一点吗？子欣出来独舞的时候，那我就觉得那时候的你可以更多一点点，然后在旁边的女孩也是有一点这样斜眼瞄她，我觉得哦那个气氛有，可是如果可以再更多的话，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我跟蔡依林合作很久嘛，那姐的那个气场是一个哇，她一个人在那里就会那个气场会到很远的地方，我就很期待说哎，有没有哪个女孩会蹦到我这边，但是大家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面有表现到很漂亮的感觉。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一开始诗敏就是拉二胡那边是真的拉对不对？对，那个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能够这样子，然后音乐的衔接整个段落听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哦，不会那种就是很像那种街舞比赛突然间停掉换另外一个东西，这样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流畅度是有的。然后再来就是虽然说没有表现的什么就是后空翻啊侧空翻那种的啊，没有这种东西，可是老师啊他是跆拳道国手。没有，我知道、啊、我说没有，可是我看到是你们的手会说话，你们蛮多这种就是动作，然后我还蛮喜欢这些的，然后包括我觉得以一个团体来讲的话，就是你很会跳，那真的没有很厉害，可是可以六个人走路走的呼吸一样，然后气质是一样，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练习的，尤其是那个我们那个小那个最高的那一位，最高的那一位，哦不是，对，就是最高的那一位，哦，你表演的雅涵，就是雅涵，我就是看那个小巨人在那里啊，真的太厉害了，就是你们六个就是一个异种格斗技，可是又可以那么的整齐，那么的契合，我觉得
十天可以契合成这样子，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太厉害了。谢谢老师。好，跟现场所有的朋友跟老师们报告哈，这一支舞呢，就是我们年纪最小的蓉蓉带着姐姐们一起把它完成的，所以真的很厉害。因为我平常喜欢看那种女生，就是跳这种帅气的这种舞风，尤其是那个，因为看大家都长得很可爱，尤其是那个，最。最高的吗？左边数来第三个，那个就是我笑起来，笑起来。雅涵，他叫雅涵。左边第三个，蓉蓉。蓉蓉，不是我。那是左边第四个哦。你这样好开心的。那个笑起来眼睛都不见，但是跳那么帅，我真的超爱。对，他的眼睛就是馒头扎个洞，小极了哦。谢谢。他的笑容超有感染力。我们要鼓励一下关关呐，哈，关关也是协助了这个整个曲目的编曲，舞蹈是蓉蓉编的，但是整个的曲子编曲是由我们关关，我们是不是也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好，我们谢谢蓝队的演出，谢谢，谢谢。